老哥不好意思，得牺牲你的寿命了，用我卯哥十年寿命换老板出无级别，用我卯哥十年寿命换老板出无级别，愤怒特技腰带逆天的双蓝字三蓝字，太极护法小罗汉169，我不认识这个技能哦，祝老板出金青罗汉牛老无级别，恭喜老板，卯哥我给你拉了一个这个月的第二个无级别，继续鉴定还有惊喜，祝老板再出无级别，祝老板出愤怒特技逆天的双蓝字，逆天的双蓝字腰带，给我出三蓝字四蓝字腰带，冥王爆杀，我操，老板一老板对吧，不出是不出，一下出两，我刚刚给老板出的无级别帽子，然后又出了个无级别腰带，连续出的你知道吧，就上一车出的帽子，下一车出的腰带，这时候不敢出逆天的双蓝字，出逆天的双蓝字太恐怖了，不磨腰带，坚固腰带，珍宝，巅峰时刻，巅峰时刻，一个130的无级别腰带，一个150的不130的无级别腰带，一个130的无级别头，还是沾沾老板的喜气，谢谢这个无级别愤怒腰带的老板，兄弟们来不及了，我要去鉴定150的了。